如今一些经济拮据或家里人口不多的客户往往会选择小型车，毕竟孕妇三口之家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对消费者来说，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不到十万就能入手一台品相不错的合资品牌。一 Polo 2016款 1.4 升自动风尚型，官方指导价 8.79 万。外观 Polo 继承了大众简洁的家族化外观设计，除了由前向后渐宽的前尖角大灯比较醒目之外，整个前脸的刻画都保持低调作风。没有特点是 Polo 最大的特点。动力，为 Polo 自动风尚提供动力的是 1.4 升90马力 L4 自然吸气发动机，匹配六档自动变速箱，最大扭矩132牛米，最大扭矩转速3800转每分钟，最高车速180公里每小时，官方未公布油耗数据。这款 Polo 的车主平均油耗为百公里 6.9 升。二，威驰2016款 1.5 升自动至臻新耀版，官方指导价 8.98 万。外观，威驰这款车的大灯外轮廓采用了不少内弧线段，带给人酷炫之感。丰田牛头标与双幅展翼的构思突出运动氛围，下面大面积运速结构的梯形进气区彰显大气。动力，威驰自动至臻新耀版动力搭载 1.5 升107马力 L4 自吸发动机，匹配四档自动变速箱，最大扭矩140牛米，最大扭矩转速4200转每分钟，最高车速180公里每小时。威驰自动至臻新耀版综合工况油耗为百公里 5.6 升。三，瑞纳2014款 1.4 升自动领先型之 LX， 官方指导价 9.29 万。外观，瑞纳的前脸刻画突出硬派，英式大灯不仅动感而且凶悍，前脸多处拥有尖角设计，增强了整体的凌厉。动力，瑞纳自动领先型 GLX 动力的搭载 1.4 升107马力 L4 自吸发式引擎，匹配四档自动变速箱，最大扭矩135牛米，最大扭矩转速5000转每分钟，最高车速175公里每小时。威驰自动至臻新耀版综合工况油耗为百公里 6.5 升。